跟李都会。对。是谁？我忘不知道。谢谢你哦。就这种这两位。我们要随机抓路人，看他有没有追踪我们的 IG， 然后要找出第一名跟最后一名。你觉得他这样有追踪我们吗？他哦，他可能他感觉是追踪一些有穿泳装的。哎，那群男生感觉可以。Hello， 你们好。Hello， 可以过来一下吗？都是同学吗？对。中兴大学。对。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知道，都会。对。哇。就是我们想要请你们帮一个小小的忙，想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追踪我们。哎，没关系的，没有也没关系。现在追踪，不要现在追踪哦，不能现在马上哦，后面的不要拖滑哦。没有，云香没有，现在李多惠，李多惠。有。你们直接说有没有好了，就不要查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你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好，我刚看你在录影，我们一个有谁？冰箱跟李多惠。对。是谁？我忘不知道。谢谢你哦，真的谢谢，好尴尬，怎么会有这种游戏啊？以后可以多多支持他。你好。上次看到我，记得跟我打招呼。好。为什么我要跟你打招呼？我要跟你打招呼，粉丝赶快出征他。这个节目好残酷，直接现场比人。买电视，谢谢。对，第二题真难。他们两个都100多的，这样比赛不公平吧？应该找我跟立冬更公平。好了，那下次好不好？对吧？那你要不要最后一次机会？不是，万一你再进去又伤了，万一又进去又都没有，哇，我不用录了哎。Hello。我在哪一队，你知道吗？有机会哦！啊，那我在哪一队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吗？哇，很幸运！对，知道。哎，来，给我信心，快点，给我信心，快点！你们打什么运动的？排球。你们打排球？排球。你高中生？哦，那更有机会喽。那我们想要请你们帮一个忙，就是我们想要看你们的手机的追踪有没有我们三个。不过你都会，我啊。我只有追踪这两位。哎，他停止了啦！我觉得好伤人哦，要不然我们……来啦！这个节目没有够伤人的，没有，因为他的 TA 比较属于比较……我的 TA 都没有在用 IG， 对，怎么会这样？失败哦！来，你要。你想一起喊失败？没我们失败原因是因为你呢。你要检讨。好，我会检讨。我的心已经受伤了。对不起。不好玩啊 ！IG 追踪考验失败。没事啊。大家赶快去追踪那个兰兰啊！对，吴兰兰，没关系，我 TA 没有在用 IG， 也没有在用 IG， 对。不，我们是第一个。哇！先坐。操作机器。对。好紧张。哇塞，凤莲，我觉得我们成功了。一个大的制作节目，看排场就知道了。哦。你自己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起码36集。36集，大概是时尚玩家的10倍，所以你正式变成10倍秀。10倍秀 breakdown。小姐，有你在，一定是很多美女。Hello。
兰兰，我还有事。没有，兰兰回来，我先走，你们先好好聊天，你们先好好聊天。光连我哥。知道有立冬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说，我要不要走出那扇门？哇，完蛋了，东兰 CP 又要回来了，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不做了，不做了。不是不是，应该是不同场合，刚好在同一个地点。还是等一下瓜哥会来？是不对，我们应该是不同瓜的吧？没有啦，他是做新节目啊。新节目？做新节目？新节目？新节目？制作单位约你在这边？在这里啊。啊，完蛋了。完蛋。什么画面啊？哇，好尴尬，我先走。这个你不要，还是要啦，还是要。你留下，你该有的电灯泡还是要有。这节目配置是这样。你走了，我们就会气氛很奇怪。没有啊，我先站在这边好了。不是说可能会有很多女生吗？所以不止我们三个，说不定不只有你，还会有人。所以你也不知道是谁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们就说新节目要开会。这里有谁会比较好？最新的仇人，对，我们对立关系，我们原本是好队友，但是现在变成另外一队了，但没关系。林香哎，来一张椅子，对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林香。哎，我们现在年龄层多棒啊，代表新人出头天，以后是我们的时代，我们的时代，我们要做一些让年轻人看得懂的节目。我们衔接上了，不要再用一些什么老梗了。对，那个不要再用，不要有那种大前辈那种，不要有大概快50岁的东西。对，都不要，尽量不要，尽量不要。哇，连吃东西都觉得好好吃哦，变甜了。不像工作，来坐。现在我觉得这样的阵容应该是最佳阵容，最完美。啦啦队三大就是最有话题的人物，现在都在跟我们。最红的三个，最红的三个，啊，你们都在啊。啊，玉林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这是外景节目哎。你不是来录威廉省？哎，不是，你是来找林香的。我们来威廉省吗？我们是一起的。没有人跟你们讲，没有，你们是我花了864天从200个艺人候选名单当中我提选出来的。那首先我来讲林香好了，那她有一个很强的个性美，直话直说的这样一个特质，我觉得是很容易受观众喜爱的啊。我也想跟你有一腿。为了吃。那兰兰因为这几年在演艺圈发展得非常的成功啊，个性随和又非常的亲切。走，来，肚子那个比较多啦。肚子，来，抱紧啊，我屁股，啊，肚子，抱紧。那第三位呢？那李多惠喽。就多惠，你要走下去来。我确定吗？确定啊。就会跟着你走了。没啦，因为我们节目当中需要有文化的交流、异国的元素，他不管是在节目上的表现啊，或者是他个人的特质，我认为都可以为节目加很多分。强啊！我强是第一名。还有特别。很冰。我从小时候一直。跳舞还有啦啦队没有时间，所以我想去台湾的很好的地方，我想去很多的地方。菜鸟要有老鸟带，那老鸟呢，他必须要能够带动整体的气氛，所以呢，这当中呢就考虑了张立东。三哥，你是跳上还是好？来跳上来，一跳。要别倒啊！不要确定。不要确定。
张立东再加上我，好像颜值不够。难得呢，灵光乍现，既帅，同时喜感又十足，丰田就这样子诞生了。你看，叔叔，叔叔在这啊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好。啊！你搭到的是几只？我们现在这样的组合的人选呢，绝对不是哦瞎凑出来的。对节目的火花更精彩呢，相信呢大家是可以值得期待的。告诉你们，我真正的身份就是这个节目的3D。完了，完了！他以前制作节目都是一些天空上掉下来很多奇怪的东西，然后要规则都是他定的，吃蟑螂。你敢吃吗？你敢吃蟑螂？我问不敢吃。他做了节目，那你敢那个吗？从那个直升机跳下来吗？哎，我做过。好疯哦！这个节目呢，不只是好玩好吃的青春旅行，同时它也是我们女孩们的综艺野训营。